我是毛头娃，我在江西，我在上饶，我在上饶高铁站，我准备呀、坐高铁离开上饶，顺便给你们拍这边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走，上饶站。繁华的地方，检票完了，检票完了以后呀，就进来了。给你们拍这个站内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很多人呀。没有来过这个上饶站，不知道这边大概是什么情况，给你们拍一下。你们呀，就有个基本的印象。走，上去了。和湖后车是在一楼，中式营养快餐上来了。这是饮水处和卫生间，这是二楼。外面天黑了，现场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